大家好，现在我要为各位介绍我们低成本自动化产品的一个今年2022的新品，就是我们这个搭配 Roba 的走行轴，我们叫它第七轴的一个产品。那这个产品本身用的就是我们一格斯 Driving 系列的大尺寸皮带滑台模组，其具备的那个模组化的设计，轻量化、高刚性的一个特色。此外，里面应用我们一格式的干式科技 Drytech 科技的一个轴承呢，使其有免上油、免保养的特色。我们还有具备有低成本的一个优势。目前这个产品呢，我们上面可以负载我们所有市售的轻量型机器人，那各个厂牌都可以试用。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来洽询，谢谢。